结婚了没有？包子婚没有。走，等你上八三幺。来这边消费的弟兄，在这边看照片选号码。我们来标准上面写下号码，他们来自己去找房号。欢迎来到军中乐园。被你女朋友？才不是，嫖娼趁乱针对你，你没良心呐！敢娶一个都找大款的，嫁接女人吗？左眼进去。什么事？我根本就不知道。这些我心啊，都回不去了。你们都是带着苦衷来这旮旯讨生活的，知道吗？你会游泳吗？有逃兵，带一个八三幺的跑了。会在八三幺工作。都在骗他。